哎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没有，你在偷鼻血，可怕。王国之战，王国之战，八点六，哎，他这个声音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啊、哦！我忘了把麦拿过来了。嗨，安南。哦，麦克风不就在眼前吗？我把它距离还是有差，距离还是有差。八七八七，好笑人。Yeah, 十个人，十个罗，十个人。我们上一次那个有特别嘛？间谍可以自爆嘛？这一次不一样啊。等一下要怎么了？国之宝，国之宝，类似哦，嗯，哎呀，怎么类似哦？投票、哎、如果投失败，那国王就要自爆，就要自己死。哈，哇，没错，而且就算你不投票也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啊、嗯，所以就是基本上最晚的话就是第一天结束，按、啊、你们投错，那第二天白天国王要自己去自杀，然后国王宝石一定要给对方拿回家一次。啊，哎呦，哇，这个，这叫间谍只要不做事就可以了、欸，就爽啊！间谍不做事就好了、啊，你就可以努力的撑三天啊，就三千分喽。哇塞！你信错国民啊，国民对你这个这么的推心置腹有没有，然后你还信错他，你就要干嘛，切腹自尽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想要当国王。不想不想，太想了，那就让那个国王死掉简单一点好不好，直接跳出去就可以了。好耶、欸、跳出去好你没有投错，或者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那种，有没有晚上就要直接投错，就要直接跳出去哦。好，然后宝石是要让给对方捡哦。好，有可能两个国王都死，那到中间就分一下宝石，不要打架。这个宝石是你的国家，这宝石我的国家，是你的，是我的，一人一半，感情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。那就来。看看为什么飞机分队滚 ？OK， 哦，下去！一个人就几千分，我快到杀人现场了，他来做什么？九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不用动，好，不用动。啊，不想动，下去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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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紧张哦，掉下去了。然后呢？这里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他没做完啦、啊。吼、哦！哎、欸，我上去，他说我不能到控制室，直接把我给传回来了。哦，对啊。你没有权限进入。白白看我这么多。嘟嘟嘟嘟，耶！谁是国王？喂。哦，不一样啊！我要耍废，不行！伟大的国王，哦，伟大的国王，我们要在第几层啊？第几层？伟大的国王，这张图要第几层啊？这张图要几层啊？45左右。那我要43。然后他就直接下去啊！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超任性。43。哎、欸，可是43好吗？你确定哦？如果等一下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下面是洞，我就跳下去了。43啦，43啦。国王很飘，国王很飘。好，好，好险，好险，43不是在对虚空，还好没有很低。对。嗯、如果是洞的话、欸，我就往下跳了、哦。国王说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人集资哎、欸、啊，算了，随便了，没关系啦，算了，随便啊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国王说随便的，哎、欸，没有关系。国王说不 care 了。我们不 care， 我们不 care。繁星有开麦？对啊，繁星有没有开麦啊？哇，嗨，虚脱的繁星。哇、哦、嗯。哈？怎么的？哭过的繁星，
关系。不 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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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献祭国王。哎、欸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始祖的怀抱借给你。我今天看到你 PO 的，我看到你 PO 的那个什么水煮那些，我看到差点吐出来。为什么？太难吃了是不是？太难吃了吗？是，闻到食物，看到食物就想吐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你这么严重啊？哇，哇，嗯，我还可以说话。好，那破产的，我们该找时间出去玩。真的？应该不都出去玩了、啊？出去透透气。来啊，台南等你们。还要去台南啊？不对，应该是酱油你上来吧？酱油你上来，你上来，我去，酱油，我们全部人都在台北，只有你在中部哦，你还不上？他在南部，他在南部，他在南部哦，你还不上啦？好，为了繁星，我抓洋洋上去。等一下，洋洋说啊，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关我什么事？好啦，所以、欸、我十块钱了、啊欸。我们大家都有十块钱了、啊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十块钱啦、啊，嗯，很棒。刚刚巧克力跳下去，他们应该是已经那个了吧？他们拿到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們拿到了。这里有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有人挖很上面哎、欸。哦，谁？哦，哦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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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蜂快啊，蜜蜂，蜜蜂！等一下，这里有洞啊。快点摔下去！蜜蜂不是都嗡嗡嗡来做工吗？来做工啊！好奇挖，挖很高啊！换高！我要换高！啊！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赌博哎、欸！你知道这个的规则、嗯？这个规则真的是间谍完完全全就是当做自己不是间谍就好了，就当一般的玩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要帮就是帮到底、嗯，反正最后可以两国民，可以到三千分，赚三千分。对啊。而且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他跳国王跳下去，其他人去捡就好，间谍也不用去捡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面哇！所以其实间谍在这一场就是乖乖的当好就对了，乖乖就有很多黄金呢、啊。有啦，除非一个情况啦，就是国王太神了，直接预言到这样，直接国王抗议了，国王不行啦。我每次预测都很惨，只能说你自己的命自己保护了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们就说我声音很小声哎、欸，可是我看我这边声音很大声哎、欸，我听还好。可是他们说我 OBS 很小声奈奈。啊、你 OBS 是不是有拉到啊？没有啊，有最满的，最满的。嗯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还是你有调到？调到这些滤镜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简易吗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那不然等一下我们来这样玩好了啦。嗯，我们要完全把我们的国家命运交给我们，就是交给那个几率。等一下呢，就是一旦可以投啊，我就随便乱投一个，然后你们看到我投谁就跟着投、嗯，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我完全不要讨论，可突然你没有投票权限呢、欸，你只能发起，好好好，你只能发起，你还想投票、啊、那我就随便讲，你说一个，欸、我随便讲，哎、欸，我随便讲，然后我们就不讨论了，全部交给机那个命运这样，全部交给命运来决定，机会命运，哎、欸，没有错。因为我觉得这讨论一定也讨论不出结果的，对啊。全凭运气啊！对，而且这一场间谍应该就不怎么做事，一定不做事，绝对。对啊，不做事就有分啦、啊。哦，哎、哦啊欸，对耶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也没钱啊，小雨哇哇！哦，对，我不想说，我刚刚已经挖了好几个黄金，怎么才五十块？真的哎，五十块出去，对面结婚了啦！啊，他们瞬间变很有钱。对啊。太穷了，嗯啊，哦，怎么可以强迫人家包红包？对啊，我又不想去吼，我又不想去，好久，你们自己结婚嘛？对啊，我不对啊，
真的是喜帖，喜帖过来，我不一定要去啊。不想收到喜帖，没有没有，他跟你说你不用去啊，钱包有到那个红包。哎，对对，你钱给我就好，你不用来没关系，我还可以省。你钱寄过来，人不要来。对，我还省一。他寄喜帖来的时候就放一个红包袋在里面，还给你一张邮票，还帮你用好回邮是吧？你要放一个写好的信封，你再把它寄回去。我觉得这好有创意哦，要不要？很强哎、欸！哪天谁结婚了，嘿，就可以试看看这一招。啊、真的，不要办婚礼，然后就直接用这个。对，然后那楼梯啊，楼梯怎样？楼梯掉了，拍谁？那个叫什么、啊？他不是还会给个邀请函吗？我邀请函好，就直接给他那个用手画的，手画，哎，手画怎么样？去跟不去的那个 是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我们的手画当然是要那种，就是可能就是一支圆珠笔，然后随便这样框起来。然后那个邀请函上面不是都会写一些诗词什么的吗？啊、嗯，对啊，你就上面写给我钱。你是多穷啊！不要上面写铁来哦，没有，是提醒他啊，这个红包你把钱装进去寄回来便可。然后就顺便讲说啊，那个你知道意思的哈，然后就你懂的 ，you know you know， 哎、欸、，I know， 你明白的，真的。可是去婚礼虽然时间真的会蛮就花蛮多时间的，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可以去吃东西。哎、欸，可是婚礼的东西，你每样东西几乎都只能吃一口而已。哦，确实啦，对啊，你要吃很节制哎、嗯。因为他哎、欸，可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跟你坐同一桌的、哦、对啦对的人很重要了、嗯，除非你一整桌都是比较认识的或者干嘛。嗯、应该说，如果说你跟你坐的同一桌，每一个都像我跟雨月跟哈基这种的话，哦，那真的是只能一个人吃一口。不够，去隔壁桌吧。嘿，真的、欸。那个时候隔壁桌最好是亲戚，然后他说：“你们吃不够，来我来帮。啊”来，吃饱一点，吃饱一点。亲戚最好了。对啊，你们吃不下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需要，来过来。我们这还有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讲到这个，我就觉得有点万谈。就是在曾几何时 ，YT 还有年终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个真的是，哎，今年开始，去年开始没有，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呢，雨月刚好是去年刚好可以去，超气，最气的那一种，不能吃东西，好不容易人数太多，我好不容易撑到十万了，结果办，哇，那年取消了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取消了呢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就去的时候啊，好啊，那个什么，好吃的桌上东西啊，到后来跟你讲要收餐、要收掉的时候，哇，全部都满满的，他们都不吃哎、欸，我觉得超扯，干嘛不吃？再把它打包回家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住我们那一桌的就还蛮多，都是就可能是那种年轻妹妹啊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也是做音乐、哦，然后就是他们都吃好少，然后后面甚至那个什么甜点那个。叉烧酥哦，哇，根本没人动、我一个人塞了五六个，然后还吃，好爽哦，好吃啊！哇，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以后你要吃，你要找那种看起来像完美的。我真的呢，真的，好扯哦，好爽哦，好爽哦，超爽的。然后原来你们搞什么升级啊？我都200块了嘞！我升级了，可是我都没有挖到黄金，哎，可以投票了，可以投票，我们来投投看吧。那投谁？投谁？发起投票，我们今天来投个，我们总共几个人啊？一二三个，所以有五号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投三号好了。三号，我不知道三号是谁。三号是我。好，我们投三号。好的，跑团拜拜，你先跳下去吧。我跳下去了，好来。哦不，我下去了，下去吧，再会了，我下去了，不死猪，哎，对了，你们去捡对面的，你去捡对面的，因为杰克也猜错了，哦，去捡，笑出来，咦，两个一起跳，捡蓝色的回来，捡蓝色的回来。对对对对对。有，我捡了。
超好笑，大家都站在中间。都交给命运了，好笑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来个辩驳大会？没有，不需要了，我们就是给命运了啊！命运好好玩嘛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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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们没钱的要不要下来挖挖金矿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放那個。我等一下复活再那个。我这里个金块给你们挖好了，我下面还好。嗯，有来了来了来了。有团团在刚刚那个位置有金块，你可以下来挖。哎呀，要求你不要下来。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差几个。真的是差掉。我赶紧回家丢。没有啦，不那个在去吃那个五六个叉烧酥之前，我的体型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因为那个的关系啦。哪有可能五六个叉烧酥就会这样啦？对呀、啊，那个叉烧酥是多大？那个是不是、啊？那个叉烧酥是什么做的呀？超巨大叉烧酥，跟我家那个一样，超巨大烧麦。